恭请。太上说吕祖，斗光度厄护命。大神咒经。恭请。太上说吕祖，斗光度厄护命。大神咒经。恭请。太上说吕祖，斗光度厄护命。大神咒经。太清宝告，至心归命理，随方设教，历劫度人，为皇者师，帝者师，王者师，假名异号，立天之道，地之道，人之道，引圣显凡，总千二百之官军，包万亿众之范器，化形筋骨，铸道德凡五千言，主握阴阳，命雷霆用九五术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太上老君，道德天尊，吕祖报告，至心归命理，玉清内相，金雀选仙，见微勋古宫陈璧，素瑞见品至仙阶，位殿金庭，眼神宫于勇，绝龙玉雀，昭圣德已无疆，敏去道玄，慈悲涂炭，救劫宗主，解难法王，红教化于两间，光道德于千古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眼正景化，福佑帝君，星行妙道天尊，吕祖救苦救难神咒，至心归老祖，求脱人间苦，疾病无缠绵，安宁天拥护，十干十二支，二十八宿主，天神玉女文，尽皆降无处，宝剑自光芒，杀斩妖赶阻，葫芦铸灵丹，度尽凡夫苦，牢狱家所灾，水火并温毒，刀兵及恶邻，路中逢险阻，一切苦相迎，持此化成土，随念随时来，降我吉星府，过去尽生方，见存赖恩主，一生颂永宁，全家福龙虎，有此圣灵章，万魔贤束手，太上吕真君，急急如律令敕，吕祖敌分神咒，三界如牢狱，众生如拥疮，欲拔一切苦，愿做大医王，太极先天，混沌大千，两仪弥漫，三界浑然，万神受命，一气绵绵，哀悯众生，幸被御迁，机巧变诈，忍为不贤，诸神震怒，运劫历年，水旱温歌，涤荡尘寰，豪声遍野，灭分从焉，太乙救苦，圣念渊渊，周行宇宙，无不垂怜，摄教阐经，儒驾法传，帝德号声，天宇传宣，众等谛听，免堕孽渊，是大经咒，慧日高悬，无处不照，黄朗虚玄，若有男女，一念顿专，或诵十遍，或百千遍，纵有孽冤，不敢相缠，魑魅魍魉，即遁行前，早见善心，不被恶牵，地狱纵阔，我念无偏，名医解体，无有间断，如此恒持，乃可登仙。太上说吕祖，斗光度厄护命。大神咒经，本卷二十。太上道君，余下元甲子丙寅之岁，正月十五日，在太清仙宫，同诸仙圣众，讲说无极太极，至上至真度人妙法，观现众生于阎浮世界，受诸苦恼，昼夜相间，至身堕劫，不肯回心向善，凡欲遂度，自生阻劫，小则营谋不遂，
疾病官非，田残虚耗，财物破伤，人口不安，盗贼侵害，如此等苦，重重不祥，大则五瘟来染，八难临身，刀兵杀伤，毒药自缢，坠落崖堑，横丧暴卒，为天雷之所击诛，为水火之所逆焚，为凶人之所刺害，为虎狼之所吞噬，为牢狱禁锢而死，为邪鬼侵犯而亡，或少年夭折，或天数未尽，冤魂牵缠，种种恶报，堕于地狱，受诸苦楚，转生畜类，永不复人，皆因浮生不忠不孝，无义无人，贪爱物欲，丧灭身宝，四字奸诈，自利损人，心如蛇蝎，计谋不了，虽明则漏乎行诸，而忧则难逃乎神极，是以慈悲利益，普世度即妙法，众生自以悔悟，各思己功所造轻重罪过，即向诸天诸地，南北星辰，三公四圣之前，至诚守谢，无感再犯前迁，于每月朔望，即三九之日，乃吕祖纯阳帝君下临人间，遍寻善恶，深奏上帝，定人果报，若有善信男女，当于是日，与每岁本命六度之齐，切须虔诚斋戒，持诵仙经，涤谦谢过，自得安乐，不受诸苦魔障。世人与本命六度各有所管之神，当于本命之日虔诚顶礼，献花着水，随时新果，陈设威仪，或诵南北斗经，或刻仙点，燃点北斗九黄星灯，净持斗光度恶护命大神咒，可救为急，可解诸牵，生则无诸苦恼，没则不经地狱，净生天堂，得大快乐。世人每于九度明暗之期，多生痛楚，甚至性命难全，能于阳九之日斋木里诵仙经，无灾不灭，无福不重，又何虑明暗九度之灾。但一至心悔过，依期投谢，即有感应如想，无有差失。若有善信男女，虽怀信心，不能自持，可命正真道士代行表彰，如是修奉，亦可不虚六度之臣，是大神咒。若人自持一七遍，或二七遍，或三七遍，以至积诵百千万遍，其功德力莫可称量，莫可等伦。即说大神咒曰：天地相生，聚气成形，阴阳既合，息古息今，绵绵祖气，来续我身，肝为魂府，肺乃魄宁，皮肤乎胆，肾交于心，五脏如命，六腑咸听，三百六十骨节，节节光荣，八万四千毛窍，窍窍通亨，血不恶积，脉自周行，为耳为聪，为目为明，口思五味，鼻畔臭心，手之运转，足径动轻，灵光复照，元神齐亲，星辰朗耀，运度和平，南极北斗，东元西神，中天星主，子为帝君，二十八宿，三台七星，九曜二德，太阳太阴，擎羊陀罗，刚星指轮，本命降度，部落神丁，三运三现，正照旁临，区别分野，统御人群，发乎万物，
品会归根，魂服八卦，眼不攻勤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在人身中罗列分明，慧光所照，亨吉利贞，素生金节，罪障千因，平思道立，洗涤洁清，安感再犯，上孤地恩，一切苦难悉赖光明，照我身体，临我心神，性光早见，精邪前奔，天神永卫，凶煞遁行，五星如舍，无患无亲，使我寿命不断，枯槁更生，化而复育，旧而重新，如比江河水，汪洋自运输，如比天上日，不亏而恒盈，如比月中兔，长岛其耳灵，如比洞中树，岁岁得长春，洪恩普薄，尽贯滋生，一身通泰，诸愿从心，灾岁即灭，福禄来增，凶会息荡，吉要合并，虚无正气，思成我真，即父即母，再养我身，降司法旨，保命护行，金尊元皇大道科律奉行，急急如律令，道君说大神咒已，复告诸天圣众曰，是大神咒，能解一切危厄，能消一切大灾，能退一切重病，能远一切恶人，能伏一切魔道，能降一切猛兽，能除一切苦恼。若或有人于每月朔望即三九之日敬持吕祖纯阳帝君斋戒，念此大神咒，回心向道，悔过当迁，即感帝君化度，善神护身，遇诸险难即得救解，如斯功德无量无边，诸天诸仙闻是度人妙法，皆大欢喜，同声赞叹，作礼而退。太上说吕祖，斗光度厄护命，大神咒经中。